的女的，她今年2月20号她是乳腺癌手术全切了，她是那个左边，现在已经许愿全素了，她已经许愿600张小房子，已经烧送300张，化疗5次，后面的3次她不想做了。师傅您看一看她小房子够不够，还需要放多少条鱼？我看看啊，55年的。啊，她是66年属马的女的。66年属马的女的，左面。对的，对的，是吧？对。嗯，左面都切掉了。嗯。对对对对，他已经全切了。我看看有没有扩散啊？嗯，好，感谢师傅。啊，他有个小孩子，小女孩。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他许愿600张，现在已经烧送300张了。他要做化疗5次，完了他现在做2次，后面3次他已经不想做了。你叫他赶快许个大愿吧，好吧？从正常的道理上来讲，他大概还有1次就会好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他真的很痛、很痛苦的话。那你叫他许个愿吧，求菩萨保佑吧，好吧。那这个女的你赶快叫她要超度掉她身上的灵性啊。一个女的。女孩子，是个女孩子，脸胖胖的，圆圆的。师傅，那她小房子她600张她已经是念了300张，还剩300张，她的那小房子数量是不是不够啊？当然不够，至少380张。再需要念380张，没有，380张的时候才会好转。其实我教你们一个方法，比方说你一共要念800张才会好的，但是他在念到一个基数，就是基本数字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好转了。听得懂吗？师傅，那你看看他放生还得需要放多少条鱼啊？我已经讲了，放生还得放2400条。